边上有两个神秘的小盒子，而且还有100块钱，上面写着 PK 抓不住的水蛇。那就是说，让我们两个来 PK 这只水蛇呢？我要金色的盒子，上面还有一个顶呱呱，里面可能是特别好的材料。刚好我喜欢粉色，我就选粉色。就是谁赢了就可以拿到这100块钱，肯定是啊！牛仔，你还没赢呢。小水蛇，我来了，看看，里面有气球，冰不灵的糖果纸，还有很多药片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甘油，有了这些材料啊，做起来很轻而易举。我的材料肯定会比你更好。那我的是什么？什么不灵？为什么我的是手套？还有色素，我也有不灵不灵的亮片哦。啊，没有甘油。原来你上面的点赞是一根手套啊，也不见得多好嘛。姐，反正你也不会自制水蛇，不如我跟你换呗。我看到了，我早就看过你203期的视频，里面教我们怎么做水蛇。啊，其实做水蛇特别简单，只要放点水就行了。但是为了让它好看一点呢，姐姐准备往里面加亮片，灌上清水，把气球扎紧就可以啦。手工小达人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难倒我吗？照样可以做出水蛇来，灌点亮片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接清水，变成滚肥嘟嘟的手套。最后我们要进行最重要最神秘的一步，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去冷藏。我要一口气做了5个，各种各样的哦，这一下肯定比不过我。接下来给他们滴点甘油，做一个全身马杀鸡，小仔们慢慢享受吧。抹上甘油之后更好看了，亮晶晶的水蛇。归我了，我也没有输，是我的。哎，谁看到我丢了100块钱了？哎，不就在这吗？啊